啊，鸡蛋面，吃点面条，吃点长寿面，慢点吃，吃少点儿。面，对，拿纸给你擦一擦啊。今天过两周岁的生日，啊，俺闺蜜给买了一碗香料啊，这是养的，然后俺爹给。你发了红包，老爷给你发了个红包，然后说祝条件吉祥平安，你说谢谢谢谢姨姨谢谢老爷，就是铲车一会儿把那个沙子放这里边，你们可把那个沙子好不好？来，放进去，放到沙漏里边。啊，然后放，它就转起来了。不能呢，慢点。哎呦喂，隔屁股吗？多了才能转起来，知道吗？哇，赚了是不是？哦，给奶奶放一个，放，真棒。老李打电话，你叔叔还给你买玩具呢。你叔叔还给你买个小玩具嘞。这一周又看不到，这两块了，今天过生日嘞，他在面照这好呀，在这搞这老吉利，这个，奶奶抱个，一会儿妈妈再照一照，行不行？给石头拍一个吧，哎，这石头好看，是吧？来，哎，里边有啥？没事了。石头。走。弟弟给家里两块。嗯，弟弟两块。又要抱嘞？抱又抱了，抱又抱。有三次啊，三次。他们吃呢啊，不能吃。玉米，下来，不叫奶奶凉了。牛，你看看是牛呗。牛了吧？哦，我看没啥草了。嗯。这结果那个尖子又掉下来了，我掉。